你们买回去过后，这个 Mickey 放了吗？放它的电池了吗？ Recharge 电池放进去过后，你们就开电咯。开电了过后，你们就会用这个遥控车吗？ OK， 开了哈，它有声音了，然后你们就要遥控车按，做么奇怪没有反应的。这里遥控车，这里 remote 的位呢，也需要放电池哦。放了电池过后有灯吗？它不能遥控，要怎样做呢？按这个。按了过后，它会连接跟这辆车在一起哦。有看到吗？它的灯闪亮的时候，就是有连接在一起啊。有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，就会听到有 engine 的声音，就可以开始操作，走前面、走后面、走左边、右边，全部都没有问题。要给它变形也可以啊，就是这样吧。每一次你们的遥控车关电过后，一开电回去的时候，就要按这个，按这里有一个 show 的。按钮就是跟这辆车连接在一起。